异国之旅，池田刚吉的美食与致富之路。第一章，意外穿越。王浩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普通中国青年，几经求职不顺，他只能暂时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手里捧着一碗泡面，心情颇为沮丧。正当他准备吃泡面时，突然眼前一黑，世界瞬间变得模糊不清。当他再次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榻榻米床上，耳边传来一阵柔和的日语。池田刚吉，你终于醒了。一个年长的声音说道。王浩惊愕地坐了起来，发现自己并不在熟悉的出租屋里，而是在一个典型的日本老式房间中。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发现它们变得细小而白皙，和自己记忆中的粗糙手掌完全不一样。他穿越了，并且穿越到了日本一个叫池田刚吉的少年身上。第二章，陌生的日本生活。经过一番了解，王浩才知道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平行的日本，这里的生活与他记忆中的现代世界略有不同。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刚高中毕业的少年，家庭中等，父母都忙于工作，几乎没有太多关心他。这让王浩颇为自在，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他奇怪的行为。虽然处在一个陌生的身体里，但王浩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生活。他对日本的语言和文化有些陌生，但凭借着前世的学习能力和灵活头脑，他很快学会了基本的日语交流，并开始尝试接受这个新身份。然而，对于一个中国人灵魂的王浩来说，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不是适应新文化，而是吃。日本食物虽然精致，但分量少且价格昂贵，让他这个习惯了中餐的胃口感到非常不满。他开始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中国吃过的各种美味佳肴，并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不自己做点好吃的，顺便赚点钱。第三章，美食创业的萌芽。某天，王浩无意中发现了一家老旧的街边摊位，卖的是日式家庭料理。然而，他发现生意惨淡，顾客寥寥无几。王浩上前与老板攀谈，才知道这位老板经营不善，食物味道虽然传统，但已经难以吸引当代年轻顾客。要不试试改良一下？王浩心生一计，他提出将一些中国的经典美食融入到日式料理中，吸引更多顾客。老板本来心情颓丧，但看到这个少年的热情与信心，勉强答应了这个提议。从此，王浩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到摊位帮忙，并结合自己对中国小吃的记忆，将麻辣香锅、煎饺、红烧牛肉面等引入日式餐单中。他还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做了适当的调整，让味道更加适合日本市场。第四章，意外爆红。起初，摊位生意并没有太大起色，但随着几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品尝过后，这些改良的中式风味菜肴竟然迅速在当地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话题讨论。大家纷纷称赞这些菜肴既新颖又美味，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王浩和老板的摊位也逐渐变得人气火爆，连附近的电视台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摊位，来进行采访报道。随着媒体的曝光，更多的人慕名前来，一时间，王浩成了当地美食界的奇才少年，他对美食的创新和经营理念让人们对他充满了好奇。第五章，美食梦想与致富之路。随着摊位的名声大噪，王浩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大商机的开始。他与老板商量，决定将摊位扩展为一家小餐馆，并将中国的特色美食与日本的当地口味进一步融合，打出日中融合美食的招牌。他利用穿越前的知识，学习了现代的餐饮管理方法和营销技巧，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推广。他还不断开发新菜单，根据季节和顾客反馈进行调整，让餐厅始终保持新鲜感。随着生意越来越好，王浩的餐馆规模不断扩大，他开始招聘员工，甚至引入了中国的厨师来帮助他制作更多地道的中式菜肴。凭借着不断的创新和用心的经营，王浩的餐馆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当地的美食地标，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与合作邀约。第六章，挑战与成长。随着事业的成功，王浩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来自同行的竞争对手纷纷效仿他的中日融合模式，甚至试图挖角他的员工和厨师。面对这些挑战，王浩没有退缩，而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菜品质量，并开始进行品牌化的运营。他将餐厅打造成一个连锁品牌，并计划进军其他城市，甚至跨国发展。
然而，事业的成功也让他感受到压力倍增。在忙碌的创业过程中，王浩开始反思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他回想起在中国时的简单生活，忽然明白，无论他身处何处，美食与文化的交流才是他真正的热爱与追求。第七章，梦想的延续。随着事业逐渐稳定，王浩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中。他发起了美食文化交流计划，希望通过美食的力量，让中日两国年轻人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与历史。他还在餐厅中开设了美食教室，教授年轻人如何制作中国菜，并鼓励他们发挥创意，将自己的文化特色融入到美食中。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功中，王浩逐渐明白，穿越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次奇遇，更是一个让他实现梦想的平台。他不仅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美食王国，还通过美食搭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结尾，美食的无限可能。几年后，王浩已经成为了异国他乡的美食大亨。他的餐馆遍布全国，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盛名。然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金钱和名声，而是通过美食，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每当他站在餐馆的厨房中，闻着浓郁的汤汁与调料的香气，王浩总会回想起当年在中国吃泡面的那个夜晚。正是那一碗简单的泡面，让他开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异国致富与美食之旅。而这段旅程还将继续延续下去，无限可能等待着他去发现。